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独库座英雄柱，纯净天山你我护。地方呢没有垃圾箱，我们呢就把它装在后备箱里面，拉到有垃圾箱的地方扔掉。这个赞助商给的车都成这样了，不要介意啊，赞助商。这个我们在这儿呢，最多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，然后把这条全清理完。瓶子呀，易拉罐呀，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东西，我们全都收走了。比如说什么西瓜皮啦，那些我就没收。啊，就扔那儿就没收，啊，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降解的，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接着就往下面走了。在这边这个拖车带呢，终于发现，一个呢游牧民，二一个呢这个拖车带还有垃圾桶，三一个呢这个拖车带的垃圾真够多，真够多。走吧，把垃圾机搁这儿吧。全往袋子里。你要垃圾桶干啥？我沿途过来，我都捡的垃圾啊，在后备箱啊，有三个 DRL 的垃圾，全都扔在那个啥，有垃圾箱的，有垃圾箱。他们就垃圾就这样扔，妈的，这样太脏了。那后面要是大一点的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啊，对，用那个垃圾箱。垃圾箱。这块我们就捡嘛，然后那边我们也带小孩，捡不上，我这块就捡，天天捡那个袋子装。好吧，那我就把我捡到垃圾搁这儿了啊。啊，搁这儿。绿色旅游嘛，对，提倡大家就是来了嘛，把带过来垃圾嘛自己带走，对对，这样子的，应该是那样的。爱护我们独库公路也是爱护我们家。对对对。我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你不要扔下这个垃圾。是，不要扔。我跟你说，带着那个垃圾箱，前面还有垃圾箱是吧？前面停车场，车没那么多，然后垃圾桶好像是空的，到那边进去。那边有大的垃圾箱，对。你扔这个地方就完事了，扭过来。对，删掉了都。行了，有垃圾箱就行。我一看这边也是，这一块一个停车站往前一公里有个停车场，那边的车特别少，然后通是全是空的，哦，往里面去啊。行了。哎，我们刚从那边过来以后，发现这边好像这个过了铁链大坂以后呢，这边的拖车带上都会有垃圾，而多多少少这个垃圾啊是捡不完，真的，凭我一个人是压根捡不完的，啊，但是呢，我在这里。还是希望各位能动起手，管着手，啊，咱们做一个文明的旅人啊，还有就是这个垃圾桶，着实太袖扔了，应该用那种大一点垃圾箱，城市那种的，用那种垃圾箱我觉得要可以，而且这边的牧民把自己的地盘维护的都挺好，但是你看这，越来越多的人过来过去的。什么果皮纸屑啦，饮料啦，酒瓶子啦，泡面桶子啦，全在那扔，这牧民也受不了了，也就只能干瞪眼了，真的，
这条英雄路说不定在哪一天啊，说不定在哪一天啊，真的会没人来的。所以说我们还是从我做起，从自己做起啊，咱们用自己的行动来感染我们身边人吧啊。